台北市城中区的运动会在一女中操场举行，开幕典礼由会长王子平和副会长陈兆炳分别致辞之后，接着展开了拔河比赛。首先登场的是女子组的中兴队对抗复兴队，这是一个热闹而有趣的项目。百足竞走也是一个别出心裁的项目，不但提高选手的兴趣，而且可以达到全民运动的目的。龙山区的运动会在老松国小举行，由会长高三义主持，运动员绕场一周之后，接着展开了表演节目，由老松国小所表演的大会操整齐划一，动作非常的漂亮。龙山国小的大会舞也十分的好看，令观众非常的欣赏。龙山区的田径项目准备一天举行完毕，并在下午闭幕。